我就学厨子是因为那阵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《中华小当家》，那个漫画对我影响特别大，它是个热血漫画，特别中二。我上学第一天，老师问我们为什么学厨师，我说因为热爱，因为烹饪会给人带来幸福。同学都懵了，不是因为咱们学习不好吗？当我长大之后再看，我就感觉这个漫画有点问题。那漫画应该就是厨子画的，漫画里那个国家那个厨师的地位高到让人迷惑呀。小当家从救子扶伤到匡扶正义，警察和大夫的活都全干。小当家走在大街上，看见一群人在打架，就喂，不要再打了啦！切，你算老几啊？哼，我是一名厨师，他们就散了。现实生活中怎么？